怎么办？
你们表哥很奇怪呢，你们那个台湾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原住民的原乡啊，两亿密克罗尼西亚人都是从你家那边划船出去的。哎，他一只鸡，他女人，对对对对，一袋米。那个独木舟呢，就是阿旺的祖先，的祖先祖先爷爷爷爷，划了独木舟，因为他跟那个他的哥哥吵架，他哥哥就说，不然不干什么，你骗你骗，意思就讲你造你假赛。哦，翻译成是这样啊，把你给你啊，安尼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无你帮我翻一下。你走，你去吃屎啦！台湾话怎么说？把你丢给你屎。那个可以，最古老的语言呢。哦，还没有台湾族以前是这样讲。然后那个弟弟就变成登熊体，就划了那个独木舟，带上所有的家当，就是一只鸡、一只母狗跟几颗玉兔。如果是陈建年的话，他已经拿吉他。我比较纳闷，一定要母狗吗？母狗鸡跟母鸡，还有母的鱼头，一切都是母的，只有那个原住民是公的。滑呀滑呀，还没有到国流，肚子很痛。先吃什么？先吃什么？吃芋头，到了当地要种芋头，哎，不然就没有主食了。吃狗，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而且是母狗，你忍心吃它吗？哎呦，我到现在不好意思，那么多年，那个答案我都还没。我们还有忘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原住民的女生也在船上。要吃什么东西？吃鱼的。对对对对，你看，原住民就是原住民。他还没有到婆流的时候，就把女人吃掉了。不然呢？吃狗也不行，吃鸡也不行，吃芋头也不行。所以我才强调那个要母狗啊。我后悔了，我顶起一关。还好这些反应不是很热，这么多共人 SNS 我都招得到，而且一次来五趟。